学开 AG 形容车站队友们，大家记住了啊，我们的车站队是晴隆车站队，那么是什么晴隆车站队啊？大家要记好了，我们是亮学 KAG 晴隆车站队，因为我们经过了反复的检验，亮学 KAG 怎么样，可以把任何一只龙头牛股擒拿到案，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要把亮学 KAG 学精学透了。从30期开始，我将给大家重点在复盘的时候把亮学涉及到的重要的一些原理理论结合复盘，跟大家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交流啊解读。今天给大家解读的是我们第30期的第一课啊，第一课是重要的一课，大家看是什么，是亮学 KAG 三步定律啊，亮学 KAG 三步定律。那么这个三步定律呢在书上是没有的，是看不到的，那么这是个标准的特训班的知识，那么我们老师在特训班上讲的内容也不是很多，哎，不是很多。那么我经过反复的学习之后，觉得这个三步定律太重要了，所以最早期我们刚开始集训班的时候，我就讲了三步定律，得到了王子老师的允许啊，所以这个呢，但是我们这个讲不完全，没有把特训班的拿过来全部去讲，把要点结合我们当前的行情给大家分享。那么如果把三步定律真正理解了，对这个筹码的转移啊，大家就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么能够更加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每根量柱是怎么回事。哎，这每根量柱是怎么回事，它是对吧。好，那么我们闲话少叙，我们先往下去。我们习惯性的郑重声明，我们解读清华大学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量学经典，弘扬王子量学技术的科学精髓，用量学技术来剖析龙头牛股背后的主流思维，但是我们涉及的研究案例不为禁锢，如有实盘盈亏自负。好，我们量学 KAG 秦龙车站队，我们有个口号啊，有个口号，我看看啊，这个我初定，哎，这是我们以前就有的，就讲过的，那么我今天又把它提出来，我想作为我们量学 KAG 秦龙车站队从30期开始的一个口号。什么口号呢？会强者。哎，会强者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呢要紧跟强者，第二层呢要做强者，也就是说我们要跟智慧的强者或者做智慧的强者。那么怎么样会强者，就是不见龙头不动心，大家说好不好。哎，以后呢不见龙头我们不动心，不要那个弱的股票，哎，我们通过观察通过研究发现这个个股不强，我们要不要动心啊？不要动心，就跟我空仓等待。当我们没有跟踪到没有研究到龙头牛股的时候，咱们就空仓等待，好不好。哎，就是不见龙头不动心，哎，不见龙头不动心。会开枪就是智慧的开枪，哎，我们在实战的时候干什么，任何一只股票不达标准我们开不开枪啊，不达标准我们不要开枪，你没有突破鬼门关，没有站稳高量顶
没有站稳阳关道，没有站稳黄金线，没有手怎么样突破大阴顶，没有站稳大阳底，没有站稳高量底，等等等等，没有站稳谷底线，没有突破分顶线，怎么样？咱们要不要急慌慌的开枪啊？哎，千万给我记住，不达标准不开枪。不能是新队员跟老队员，现在我把这上升到是我们特战队的口号，不见龙头不动心，不达标准不开枪。大家能不能记得？对，没有达到标准，你开什么枪啊？一开一个错，哎，暴露目标被对手被个空，怎么样？被对方把你擒拿了，被你套住了，把你个套住了。你不达到标准就开枪，就往往就要被套，对吧？被套。好，好，一旦我们擒上了龙头牛股，干什么？我们就是会退场。干什么叫会退场？不进九阴不离场。哎，不进九阴不离场，也就是说我们一只股票的没有出现九阴真经，它到没到头。一旦骑上，前提条件是龙头牛股，哎，一旦骑上龙头牛股，它不进九阴不离场。咱们的清水源有没有见九阴真经啊？大家说我们当前的龙王是清水源，他有没有见顶啊？九阴真经啊，我们的中心宝他有没有见顶啊？有没有出现九阴真经啊？都还没有。包括我们的星源科技，大家看看有没有出现九阴真经啊？就是一旦骑上龙头牛股，不见九阴不离场。那么反过来说呢？反过来说呢，一旦见到九阴真经呢，一旦出现九阴真经要干什么？一旦出现九阴真经，我们就要果断先离场，好不好？这个作为我们的口号，大家能不能记住？我想强化我们这个口号。既然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要不要整天开杂货店？我们要不要整天盯着弱势的股票去做？我们要不要怎么样啊？哎，要不要被股票套着给他到没有达到标准就开枪，然后被套着里面？大家能不能，大家说好不好？哎，大家把这个我们的口号打印下来，贴在你们的电脑边上。我们量学开 AG， 擒龙特战队的口号：不见龙头不动心，不达标准不开枪，不见九阴不立场，好不好？不见九阴不立场，哎，大家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好不好？不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什么样老师啊？我不知道龙头是什么呀？多观察好不好？多观察，多学习，总归能够看知道一点的。哎，我们经常会讲，对不对？我们每天经常会讲，对吧？好不好？哎，不见龙头不动心，不达目标标准不开枪，不见九阴不离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到，我们遇到量学技术真是我们的福分。应该说龙头煤炭遇到量学是龙头煤炭的福分，修了多少年修来的。我们大家遇到量学也是大家的福分。为什么？不仅遇到了，而且用心去学习，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知识，股市的知识，这个对我们是终身有益。甚至如果我们把这门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一个福报。因为什么？量学是一门股市科学。哎，我今天为什么再讲一下？因为老师帮我改了几个字啊。量学是什么？阴阳轮回，对吧？阴阳轮回就是涨跌轮回，动态平衡。
这个我就不多讲今天哈，我改天再多讲。阴阳轮回就是有涨有跌，动态平衡是什么？它是下跌也是一个动态的，上涨也是个动态的。当它动态平衡，它下跌到一定时候，找到了动态平衡，跌不动了，它就会上涨。上涨它也是动态平衡的前进的，一旦达到一个平衡，涨不动了。它有下跌，那么这里的动态平衡的标准是什么？谁能告诉我？这里的动态平衡标准是什么？还有谁能回答我？又把大家考住了，一问就问，有互动没有？还有知道？拐点，七大标杆。我的天哪，我们现在一直在使用的，讲了多少遍了？不就是一柱一线十八法吗？我的队员们啊，一柱一线十八法，它就是动态平衡的九大重要拐点。不是我们把九大拐点站稳了，动态平衡就向上涨，是不是？哎，我们的九大拐点动态平衡，动态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但是只要九大拐点不破，它就保持一个上涨的趋势。那么反过来说，它一旦下跌，是动态平衡的下跌，跌到一定时候，一旦不再跌破九大拐点，也就是跌破九大拐点，他们是干什么？跌破九大拐点，他们就是下跌，啊，守住九大拐点呢，就是上涨，对不对？那么上涨到一定时候，它一旦就是出现跌破九大拐点，就开始又调整。那么下跌到一定时候，一旦它出现站稳九大拐点，它就掉头向上上涨。这就是阴阳轮回，阴阳轮回的过程就是把控在动态平衡的过程，就是我们的一柱一线十八法，足够了，好不好？足够了，然后揭示规律，解剖密码的科学。好，大家看这里，老师帮我改哪些字啊？哎，老师帮我改那个动态平衡，老师帮我改那个解剖密码。哎，我们的新源科技周末，我自己去给大家讲了的准备的过程，我都欣喜，我都很开心。哇，有好多细节的地方，如果不去细细解剖的话，自己一眼都看不出来。哎，这个新源科技，那个一解剖好精彩哦，太精彩了，庖丁解牛。哎，我们要有庖丁解牛的精神，解剖密码。好，这是。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狼行千里吃肉，古话千图导金"啊，这个我们新老队员都要共勉啊，都要共勉。哎，一定要有毅力，一定要有坚持。那没有狼的精神是吃不到肉的，没有狼的行千里的精神，我们是学不好量学的。啊，一定要有坚持，要耐力，要量变产生质变。然后古话千图淘金也是量变产生质变的具体的过程，学量学一定要经常画图。那么我刚才给我看了一下，我在古海明顿论坛，我在古海明顿论坛，大家看古海明星，我排在第几位？古海明星我排在第一位。那么这个排在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啊？我待在古海明顿的时间好长时间了，我是任盘前预报的版主，跟着王子老师后面学习这个盘前三线，已经学了8、9年的时间了，懂吗？啊，已经，这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一想，我学多少呀？我画多少图啊？我从这个2012年开始。就基本上每天都要，不是画大盘就是画个股，现在教大家就更的也会经常的画图，对吧？哎，画古画千图淘金。好，接下来这个前面都是给大家我们讲的一些我们量学开具
晴隆特战队，我们的口号，我们对亮许这个认识，对吧？然后呢，我们要想成为亮许达人，我们要怎么去做？哎，就是狼行千里吃肉，骨化天青龙淘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亮学的第一大法宝，哎，亮学的第一大法宝，亮学的第一大法宝就是三不定律啊。那么这个三不定律想复不复杂？不复杂，嘿嘿，就是几句话，关键对这个几句话怎么去理解。量学的三不定律，这里应该改成量学啊，不能不是量，仅仅是量柱，我马上把它改，咱们错了就改，好不好？哎，这是我以前写的那个 PPT， 我们这个应该是量学的三不定律比较好，更大啊。说量柱呢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大的概念。量学的三不定律，量学的三不定律，第一定律，古数不变啊！大家先把这个最基本的话没多少，就是古数不变。那么什么叫古数不变？就是说一只股票它上市以后，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它的股数变不变？它的市值变不变？或者说流通盘，对吧？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它的股本、它的流通盘、它的股数是不是变化的？哎，它不是说天天变化的，它一般来说在相对一个较长的时间里面，它的股数是不变的。比如说它发行了以后是1亿股，那么这个1亿股呢，哎，它的1亿股呢就在一定时间它是不变的，是吧？那么如果它发行的时候是3000万股呢，那么它在一定时间也是不变的。那么就好，大家说一只股票上市以后这些股数跑哪去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说一只股票上市以后，它发行了这么多股数，这些股数都跑哪去了？我们看，就是有的是总股本，有的是流通盘，能不能给我互动一下？哎，说的简单一点，这个发行了以后，只要一上市，它是不是它所有的股数都在大小股东的手上，对不对？是不是都在大小股东的手上啊？对，所以这里面就是都在已经持有的，上市之前中签的，对不对？原始股持有的等等等等，特别就是新股中签的原始股东的，也就是说他上市以后他所有的股数都是持有在各类大大小小的股东的手上，这就对吧？而且呢，在一定时间内，这些股数是不变的。这就正因为这个股数不变了，哎，才够接下来就引发我们的这个量柱的产生。当大家持有这些股票的，是吧？当持有这只股票的这些股东，他们不愿意卖出手上的股数的时候，大家说会怎么样啊？大家说会不会有成交量啊？就是当持有这只股票的股数的各类大小股东，在上市以后，他们不愿意卖出手上这个股数持股，大家说怎么样？哎，那会不会有成交量？就没有成交量了。这就是跟我们的三不定律结合起来，卖在买先，价在量先。所以说我们这个持有一只股票的这些股东，他把持有的股数
望出卖的时候，同时呢，想买的人，对不对？又能买得到，这样就怎么样？它就形成了成交量，才能够形成了成交量，对不对？大家说这样讲对不对？那么这里就又产生一个问题了，什么叫筹码转移呀？筹码转移不就是因为股数是不变的，它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变的，所以是持有这只股票的股东，原来的股东，他在一定时间里面卖出了，又被另一些股东，哎，我们这要是买这只股票的都是股东，我们散户是不是股东啊？只要买了某个上市股票的那个股数的，我们就是股东。也就是因为股数不变，原来持有的人好卖出了，后来又有新的人买入了，这就形成了筹码的转移。我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哎，所以筹码转移是怎么回事？哎，它就是原来持股的人。因为股数不变，大家想一想，如果一只股票的股数一直在变化的，可以不断的增多的，大家想象一下，那是不是就太可怕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坐庄啊？我们想买多少股票，它就有多少股数，那行不行啊？那么我们就不好坐庄了，对不对？那这个，哎。虚拟币就是越来越多，是吧？所以我们这里股数不变，也刚才一个讲的，因为股数不变，它就有筹码转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第二个，正因为股数不变，筹码可以转移，我们一个庄家就才为庄家提供了怎么样啊？坐庄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庄家坐庄，他就是因为一只股票的股数差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变的，所以庄家坐庄，只要把一只股票的那么原来持有这个股票的股数的股东手上的股数，慢慢的变成自己庄家手上的股票，对吧？也就是庄家持有某个股票的股数。他是哪来的？他是不是原来持有一只股票的股东卖出来的？哎，那么也就原来持有一只股票的股东，只有他们卖出手上的筹码，庄家才能够收集到筹码，对不对？而一旦那个庄家他收集的筹码达到一定的水平的度的时候，对吧？哎，一般是要至少要30%以上，最高的要70%左右。哎，70%就是高控盘，啊，然后30%以上就比较随意的控盘。那么控的太多了好不好呀？如果控了80%、90%，控的太多了，那么筹码全部跑到自己手上去了，行不行？一旦没有对手盘了，然后他没有对手盘，他最后筹码能不能抛得出去啊？那就变成了自拉自唱了，对不对？是不是就变成了自拉自唱？哎，所以这个股数不变啊，大家这个想一想，我这个是大概的先给大家讲这么多，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结合案例，进一步去理解这个股数不变的这个意义。对我们实战的意义，对我们量柱的意义。好，这个3个定律的核心啊，就是股数不变。那么3个定律的第二个定律呢，对我们实战的意义，对我们量柱的意义。好，这个3个定律的核心啊，就是股数不变。那么3个定律的第二个定律呢，是操作不错。哎，操作不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好多队员，我们大家在买股票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我们大家每进行一笔操作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肯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不是不是？我们买的时候、卖的时候，肯定都觉得自己买的对的，卖的也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操作是对的。那么问题是，我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我们所大家所掌握的知识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比如说，进退标准还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你就出手，是不是？往往自己认为是对的，结果却是错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情况？就是大家自己买卖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呢，你的标准没有掌握，结果就是错的。所以呀，我上来，我每个新队员一进来，我就说不要急于实盘，不要急于实盘，我一实盘就要亏钱。你先把这个标准搞清楚，进退标准搞清楚，所以这很有意思。所以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大家在实盘的时候，大家一旦进入了交易的状态，实战的状态，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操作是正确的。对吧？都认为是操作正确的，那么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能不能怎么样才能操作不错呀？我们一定要有标准的操作不错，我们不能是自以为是的操作不错，我们更不能是想象的操作不错，我们。也不能是一厢情愿的操作不错，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呀，我觉得它要涨了，我想它要涨了，好，我就买进去了，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啊？然后还有涨得炒好的，我怕它跌呀，你明天给我跌吧，你后面给我跌吧，我给你卖了，是不是？结果明明一只股票涨得好好的，这自己想着怕它跌，想它跌，盼它跌，然后呢就把它卖了，是不是？就是想象或好多就没有标准，就是靠自己去想象，想它涨，想它跌，对不对？而不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标准，对吧？好，就是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要想做到操作不错，是不是要掌握标准啊？我们就要掌握进退的标准，对不对？选股标准、进退标准，要把股票选好了，然后进退标准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我们都要考清楚了。那么一旦做错了呢？我们传统理论者，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之前，做错了会不会？错了改不改呀？有时候有的还好，问题有些人错了以后还在那固执己见，特别是传统理论的分析者，特别是基本面分析者，明明买了一只股票，它跌了，然后呢还在那找借口，没事的，这只股票基本面非常好，会起来的。是不是啊？这个基本面非常好，你看看，又有外面又有利好的消息来了，是不是？没事，多守一守，再抱一抱，再等一等，是不是？是不是错了不改呀？是不是错了不改呀？我们都犯过的错，不要笑，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犯过这个错，然后呢？然后经常是什么？因此我们经常会怎么样？我们经常会，本来是短线的，是不是？本来是想做个短线的，结果套住了，怎么办？做中线吧，是不是？结果这个中
线做做，哎呀，不行，就变成了长线，是不是？由短线变中线，然后建成长线，变成股东了，变成股东了，是不是？那么在以前的股市里面呢，还好，在以往的股市当中，哪怕 ST 呢，可能还有乌鸡变凤凰的时候，但是现在的股市，大家是不是乌鸡还会变凤凰啊？现在乌鸡变凤凰的就很少喽，哎，现在一不小心就会摘帽，一不小心就会什么退市喽，对，就退市喽。所以说现在如果做住股票的话，假如做到一个退市的票，那最后就是什么一无所有了，就变成了一无所有了，懂吧？哎，所以说这个错了不改行不行啊？哎，错了千万不能不改，好吧？哎，我们那学了量学之后，我们就有了标准。一旦我们做错了，干什么？我们错了要改，大家说好不好？哎，不能错了不改。一定只要发现错了，我们就马上去改正，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所以说这个三不定律就是反映的是现实的一个状态，哎，现实的状态。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量柱产这个做，一个是量柱的产生，一个是庄家做庄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股数不变。第二个呢，操作不错时的指的是我们现实当中我们每一个股民每一笔操作都认为是操作不错的，那么问题是我们要真正的操作不错，对，通过学习来真正的做到操作不错。那么万一错了呢？错呢，现实中好多人是不改的，那么但是我们学习，我们作为量学人，我们知进退标准，错了我们就要改正。就像我平时跟大家，我们学习到最后会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学习到最后，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赚钱不亏钱，就是每一笔交易都是赚钱的，都不亏钱的。我也做不到，我到现在我还做不到，我有时候也亏钱。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通过学习以后要做到什么呢？我们每赚的一笔钱，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是怎么赚的，那么我们每亏的一分钱，我们也要清清楚楚的我们错在哪里，哎，我们是怎么错的，我们是怎么亏的，亏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要清楚，你懂吗？也就是赚的清清楚楚，亏的明明白白，好不好？亏的明明白白，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做真正的做到操作不错。一旦错了，我们就要在第一时间干什么？哎，就要在第一时间去改正，好不好？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改正，不然越拖了越犹豫，越拖了犹豫不决，越拖越糟糕，哎，越拖越糟糕，好不好？哎，那么标准是什么？哎，一柱一线十八法，对吧？嗯，这是哪来的东西？好，这就是三不定律。那么接下来这个太空洞了，我们来结合案例跟大家交流一下。那么最经典的案例，我正好今天在准备跟大家交流的时候，看到了我们以前的顺控发展。那么顺控发展是不是在这个位置2021年3月17日早盘，大家看到没，是早上7点56分33秒的时候，我提醒我说顺控发展三段水平以上的队员研究次拳三通战法，那么这就是我们特训班的次拳三通战法啊，那么所谓次拳三通战法，就是次新股、纯除权股和重组股，这个简称，对吧？所以，那么我在这一天为什
么在这一天提醒大家去研究呢？这里的奥妙，哎，如果没有学习三不定律，一下不难不理解。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抖一下了啊。所以今天这节课看起来不咋地，实际上是很关键的啊。今天给大家讲，我为什么在这一天早盘提醒大家研究，大家去看一下这一天，这一天的换手率是多少呀？这一天的换手率，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达到了，是不是近68%吗？大家看一下，我记得是70%多似的，68.94%啊，啊，68.94%啊，好，68.94%，大家说这个换手高不高呀？这个上市是1、2、3、4、5、6、7，是第七天。第七天，也就是从理论上从这一天到这个位置，这个股从开盘到这一天涨了多少？它已经是翻倍了，对不对？也是翻倍了。那么由于我们这只股票，哎，它的总股本是6.18亿，它的流通盘是6200万，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流通的这些股数变了变了，在一定时间里面它可以流通的股数在一定时间是不可以不变的。是正因为它是不变的，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卖出的话，会不会形成这么高的成交量？它就不会形成这个。如果我想买多少就有多少新的股数增加，那是不是就那就坏了，那它就不好玩了。因为它股数不变，所以在这个地方换手达到 68.94%， 近 70%。 那么是不是这些筹码从哪来的？这些股数，这个量柱对应的就是股数，就是筹码，它从哪来的？因为它这个上市上这个上市以后，它是不是七个板已经翻倍了？已经翻倍了，也就是原来那个可以这个中签的也好，原来持股的也好，能够允许卖出的，在就是流通盘里面允许卖出的，就是流通盘是允许在市场交易的，对不对？那么70%，也就是6200万的70%全卖出来了，对吧？哎，全部卖出来了。这里我们这个成交量是以流通盘来算的啊，流通出来的成交量算的。也就是大家想一想，那么多人卖出，在这个地方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大资金买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在这一点没有庄家进来，大庄家大资金来关注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哎，光有人卖没人买，对不对？如果不仅仅有人卖没人买，是不是就直接一字跌停就下去了？对，假如是没有人买，他就一字就跌停就下去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股票？我们有这样股票，好，先涨停后来直接就跌停，对不对？没人买他就跌停了，是不是？有人卖没人买他就跌停了。好，结果是不是？所以说在这地方这个换手说明原来持有这只股票的流通股，它是股东，他们是大量获利出售，翻倍了，抛出了手上的筹码。结果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实力的主，是不是来收集到的筹码呢？哎，就来把它这抛获利盘抛出来的筹码就接到自己手上来了，而且最终是涨停，大家说强不强？通过这个涨停，是不是来者不拒啊？你有多少卖出的，我通通的把它吃掉，对不对？通通的把它吃掉。那么，所以这一天这个庄家吃的货多不多呀？这一天这个庄家吃的货就是相当多了，
对不对？那个也，这一天吃货相当多。什么叫做有实力的主？有实力的主仅仅靠着一天行不行啊？有实力的主仅仅靠着一天行不行啊？对呀，你仅仅这一天拿了这么多筹码，第二天你就跟不上了，你就没有资金再跟进了，那行不行啊？一旦再遇到新的对手，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筹码在外面啊？这是70%，是不是还有30%还在外面？而且这里面它也不完完全全，也不应该完完全全是。都在大股东手上，这个庄家手上，还有别的人呢，一起的呢，是不是？所以一旦是原来的30%持有者和再加上这一天一起抢筹的筹码，如果都第二天都抛出来了，他就会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他们是不是就要跌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么只有什么样的庄才行？只有第二天继续跟进，继续收集筹码的庄家，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继续收集筹码的庄家他才强啊？对，继续通吃。所以我在这一天，这个37号早晨，就是在这一天早晨，三段水平。以上的研究，四全三通，研究什么呀？就是看这一天是涨还是跌，对不对？这一天是涨还是跌？结果我们这一天上来干什么？哎，就是低开探底，高量不破。四全三通的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高量战法。啊，说的简单一点，四全三通的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出现高量以后能不能破？啊，我把四全三通的主要要点啊，主要要点就是出现高量之后它是不能破的，一旦高量不破，一二三三日确认，它就怎么样？它就牛了。那么我们高量不破，它对应干什么？不破底。对不对？高量不破底，是不是高量不破底就是什么？脚庄。高量不破腰呢，就是金庄。高量不破顶呢，高量守稳顶呢，那就是强庄嘞，是不是？那是不是强庄？所以结果我们这一天干什么？哎，上来低开探一下腰，没有到底，该要高开的上三一位上方，是不是高开的上三一位上方？然后探一下腰，探一下下三一位，但是最终是突破这个高量顶，就强势苏三一涨停，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又是大势？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一天换手近70%，这一天苏三一涨停，站突破高量顶，大家说这个突破有没有有效啊？哎呀，这个高量顶有没有有效突破呀？哎，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有时候需不需要三日确认啊？有时候是不需要三日确认的，你这种价板量缩，这个涨停板它就相当于一日确认，我们就基本上知道它是一个强庄了，是不是知道它一个强庄了？然后这两天的换手，大家看一下，这两天的换手是不是就是应该是130了吧？对吧？130了。那么也就很控盘了，啊，控盘了。那么这个为什么能够控盘？是不是因为股数不变呢？
哎，它的股数在一定时间里面是不变的，所以这个只要放出量来了，换手率很高，那么这里的筹码都是前边持有这只股票的股东的手上所抛出来的，对吧？是抛出来的，所以它就产生了筹码的转移。那么问题是，这些筹码是转移到谁的手上了？如果转移到散户的手上行不行？如果转移到一个散户的手上，那是没什么大戏的。那最后的话，散户之间就小打小闹，小打小闹，整天在那里搞，对不对？是不是小打小闹在那里搞？然后如果是转移到一个弱庄的手上呢，好不好？转移到弱庄的手上也不好，对不对？说跌就跌，它就没有能力。那么，只有这些筹码转移到强庄的手上，对不对？有实力的主的手上，那它就好玩了，那它就精彩了，是不是？它一旦控盘，有时候也不是说就一定就马上涨，强庄进来了，不是说一定就马上涨，也有可能洗盘。但是他们的洗盘往往是真跌还是假跌？他们的洗盘。那么，真正强庄的洗盘，它一定是缩量312A 的假跌，对吧？一定是缩量假跌的行为，对吧？那么，第一最强庄呢，最强悍的庄呢，直接就是高量不破，一路进攻，一路上攻，对吧？好，这两天是这样，已经控盘了，大家说这一天可不可以进了？哎，我们这一天就定好了。哎，结果这一天很有意思，大家，这个庄家非常的善良，按照我们这一天他的这个价板量缩缩3亿，接近缩2亿的涨停板，那么这一天应该什么样涨法啊？在这个第三天，它应该是跳空上涨才对，结果，哎，跳空上涨，至少是跳空上涨。对不对？甚至是一字板，结果这个庄家好善良，他低开，看到没有？他低开干什么？低开在这个阳关道的附近，然后呢，盘中探了一下，有没有破这个高量顶啊？没有破这个高量顶，然后低开之后又高走又收涨停。大家说主力庄家在干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个两天的换手达到多少？这个地方换手的两天加起来，大家看一下达到多少？两天加起来才110%啊，所以够不够呀？哎，110%。因为这里面换手110%，它不可能完完全全是庄家的筹码，大家说是不是？哎，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还有点其他的筹码，所以这一天是干什么？哎，这一天是不是进一步收集筹码呀？它低开再高走，哎，一个低开吓死了，是不是？不懂的人好多就抛出筹码。那么这个三天加起来筹码达到多少了？大家看看这个三天的换手达到多少了？这个三天的换手，哦，应该是近200了。大家说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庄家的筹码拿走没有？基本上就拿足了，拿到位了。这个只要后市172%，对不对？好，172%，那么只要后面上涨，是不是就说明它控盘了？哎，你这172%一个换手，那么只要是庄家控盘了，后面就该是什么？哎，这一天是不是进一步收集筹码呀？它低开再高走，哎，一个低开。吓死了，是不是？不懂的人好多就抛出筹码。那么这个三天加起来筹码达到多少了？
大家看看这个三天的换手达到多少了？这个三天的换手，哦，应该是近200了。大家说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庄家的筹码拿走没有？基本上就拿足了，拿到位了。这个只要后市172%，对不对？好，172%，那么只要后面上涨，是不是就说明它控盘了？哎，你这172%一个换手，那么只要是庄家控盘了，后面就该是什么？就上涨了，就吃饱了。对，这个地方是标准的筹码转移。那么什么叫筹码转移？我们刚才所有的放量的都是筹码转移的过程，但是我们真正所强调的筹码转移是什么？是这些高换手的，对不对？高换手的高量柱、倍量柱，明显的高量倍量柱，这些往往都是谁的动作？往往都是主力庄家的动作，对不对？哎，我们小小的量柱，我们看不出来是谁的动作，但是这些明显的高量柱换手率比较高，它筹码转移是不是比较充分？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换庄了。这里是不是换庄呀？哎，这里就是换庄了，一个新的庄家进来了。经过三天的收集筹码，现在是170%。那大家想想，换了170%，如果这个170%换的结果是大部分筹码跑主力庄家手上，戏就好看。结果第二天，在这个后面这个是第三天，干什么？缩量2亿，哎，高开探底阳关道不破。是不是不破阳关道？开是高开的，我记得是吧？然后是盘中回踩阳关道，破不破？不破。然后直接涨停板，是不是完全控盘了？哎，这就说明完全控盘了，好吧？完全控盘了。那么后面就是涨涨涨涨。好，到了这个位置，大家说怎么回事？1、2、3、4、5、6、7，这个地方是第八天了，第八天了，是不是又在这儿进去的主力庄家又翻倍了？又翻倍了，这地方又来个高位的换手，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地方又是干什么？又是一个庄家来接力，又换新庄了。对不对？有，当然这个庄也有可能是这个庄自己也有可能性啊。反正这里我们就理解是获新的庄家也行，它是新的一笔资金进来了，这边出来了，这边接回来接过来了，然后一接后面干什么？第二天再次高量不破，如果你高量破了怎么样？如果高量破了，说明这里进去的主力庄家怎么样？实力强不强？哎，你实力就不强了，或者说要看你怎么跌，你是不是缩量假跌？啊，如果缩量假跌，比如缩量3、2、1假跌，它有可能，那它就是洗盘。但是它第二天却怎么样？它却是哎，直接是缩量涨停，说明它怎么样？也是有备而来，对不对？有备而来，那么又是强悍，所以这后面又是1、2、3、4、5、6、7。又给了七个涨停板，所以这个案例，哎，是我们秦龙特战队的一个经典的次全三通的案例啊。我在这个起涨点给大家讲了，所以通过这个次新股上市后的表现，对吧？大家能够清楚这个三不定律的重要性没有？三不定律的股数不变啊的重要性，好，就是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样大家能不能理解？能不能对这个三不定股数不变和筹码转移的能不能理解一下？但是特别对这个理解这个量柱，这个高量柱啊、倍量柱啊转换。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结合我们最新的案例，好不好？结合我们最新的案例。好，大家想听哪一支？想听哪一只？我们龙王提一提，好不好？龙王提一提，这个龙王大家看，它上市以后，好，
它在一定时间里面，它这个股数流通盘是不是变化的？它在一定时间里面，它的流通盘是不变化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看，好，从左侧跌跌跌跌，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位置放出高量，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什么问题呀？经过连续下跌之后，这个地方放出明显的高量。好，我现在把它放大。对了，是不是筹码转移了？哎，原来所持有这只股票的股东，把他手上的筹码大量卖出，而呢，这个地方这两天的成交量，我们来看看换手多少啊？这个换手是20.03%，这个一天的换手是这一天26.97%，这一天是11.57%，11.57%，这个是26%。那么这几天啊，我们看这三天，我们就看看三天它的换手是多少。三天的换手是63%，看到没有？哎，三天的换手是63%，也就是说，经过慢慢的、长期的这种下跌，哎，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刚才讲到了，哎，叫什么啊？股数不变，操作不错，错了不改，是不是错了不改？我们好多人是不是在这上面就被套下来的？哎，我们好多人在这上面就是被套呀套呀套呀套啊套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一天的时候，突然来个涨停板大涨，哎，那被套的人实在受不了了，是不是被套的人实在受不了了，就忍不住的纠错了，这个时候错了才改了，结果错了改的时间对不对了？改的时间太晚了，好，反正也纠错了，就卖出了。结果第二天又是涨停，又是大涨，结果怎么样啊？哎呀，那救星来了，是不是又是疯狂的抛出，对不对？哎，又是疯狂的抛出。好，就是说左侧的套牢盘，这里有没有活力盘呢？这里面有没有活力盘呢？这里面基本上就没有活力盘，对不对？因为这个最低点就在这儿，最低点是不是就在这儿？所以说哪有什么活力盘呀？没有什么活力盘，就是左侧的套牢盘，套牢盘在这一天全大量的抛出，是不是？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实力的主来了？而且这个在当时是白日高量。两天、三天时间，已经60%多的换手，是不是已经吸了大量的筹码？好，那么像这种吸筹，这里面还不完全是主力庄家，是不是洗盘、洗盘、洗盘？那么洗盘的第二天洗盘，大家看量有没有缩呀？这个第二天就是缩量，它本身也在可以吸打压吸货，问题它后面下跌有没有跌破这个涨停板的开盘价？我们的涨停板基因，看到没有？这个涨停板基因它就没有跌破，然后横横横在这地方又来一下，大家说，啊，大家说这一天是干什么呀？大家说这一天是主力出货吗？会不会是主力出货呀？他真给我洗洗洗，哎呀，感觉洗不出来了。又一个拉升，对不对？又一个拉升，是不是也这里面是不是左侧的又还是套牢盘出来？有没有什么活力盘呢？又是活力，这根本就没什么活力盘，对不对？没什么空间啊，还是一个就是吸货来吸货的，把一些套牢盘给下出来。好，然后一个涨了，结果后面又是跌，
对吧？但是这个跌，大家看，这个是跳空补空，我来看一下啊，这个跳空补空，还可以，它这么跌有没有跌破这个基柱？还没有跌破这个基柱，然后又在这横，大家看，是不是我们的量学 KAG 里面，哎，我们的量学 KAG。就是要大家干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在这个奥底找这个筹码转移的，对吧？这个是低点，那么这个跌到底了，是不是什么时候一只股票能够真正的见底回升啊？有没有主力庄家参与行不行？没有主力庄家参与，它怎么可能见底回升啊？它还将继续的下跌。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是有一只强庄主的进来了呢，它不仅是见底回升，而且将是强势回升。龙头牛股什么呀？它是不是龙头牛股？是不是这个一日形成的？是不是一日就形成的？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什么说的那个一点，就是几天就可以生个孩子啊？我们是不是说十月怀胎呀？哎，我们母亲生孩子是十月怀胎以后才可以生个胖娃娃。那么我们真正的一只牛股，它也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所以它经过左侧的下跌以后，实际上这些地方已经放量了。好，大家我再缩图给大家看看啊，我再缩图，对，大家看。这些地方有放量，大家是干什么？是有没有主力参与的？一连续下跌之后，这些放量的，它一定都有主力的参与，对吧？我们找到关键，对。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制高点，好，这边下跌，是不是？哎，我们这地方还是先还是坑？结果坑之后。出现了强庄的参与，强庄的参与之后再来洗盘，二奥洗盘，这个二奥洗盘底部抬升，再确认我们怎么样啊？真正的见底回升，对不对？真正的见底回升，然后呢？那么强还是弱？是不是就看这个筹码转移的强力度？哎，筹码转移力度，我们这个地方就注定了这只股票怎么样？这注定了这只股票的庄家不会弱。再看后面的走势，它又是上涨放量，这个地方又是强庄，对不对？大级别的。好，结果到了后面，大家看到了，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哎，这个涨停板，这是我们的队员单小雨，对吧？哎，因为他说了，我就没有多说。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涨停板干什么？干什么？用我给大家讲的选龙三到位，选龙三到位是不是这个洗盘到位、建仓到位、控盘到位？看没？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一天是什么？是价板量缩过的这一个高量柱？大家说有没有控盘呀？这是标标准准的控盘了。对不对？正因为控盘，它才如此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哎，就是如此。好，结果这一波洗下来，大家看，哎，这条线我们管理员研究的多到位了。我们管理员看到没有？这是不是还有个分顶啊？这边还有一个筹码峰。对不对？是不是筹码峰？这个地方精准回踩，哎，这个过峰保底，而且整个成交量，哎，相对整体来说是开始缩，对吧？到最后就缩两柱，缩了。啊，我们管理员杨远就是在这个位置就开始伏击了。为什么？哎呀，为什么伏击啊？经过峰保顶，缩量次阳突破鬼门关，对不对？是不是缩量次阳突破鬼门关呀？第二天跳空阳，跳空阳是不是确认？
跳空就是一个确认，那么这一天就再次一个踩着这个鹰石顶，那么这个鬼门关一天、两天、三天确认突破，好吧？牛不牛？牛！是不是在这天晚上，我还给大家重点分析了？啊，是不是在？现在理解了没有？好，这里也再说一下，再给大家讲讲这三不定律。好，这个连续上涨了以后，大家看这一天成交量放出这么大是怎么回事？这一天成交量放出这么大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里换手比较多了？说明这一天干什么？因为它原来的股数是不变的，那么你在这儿放出成交高量，不是简单的吃货，还吃货。是有人大量的抛出了，明白吗？哎，你这你不老是不要老是想着吸货吸货的，位置定性。哎，你涨了这么高，一二三就是已经翻倍了，那么这个庄家是不是要出货？哎，这个地方就是庄家高位放高量，就是庄家出货的标志，懂吗？哎，出货了。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后面要防干什么？哎，你只有这高量不破才行，后面你就要防止调整。那么，但是它有没有啊？有新庄进来了，对呀、啊，你说有新庄进来了，那就要看。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出现这种明显高量柱，就要做好出货准备。我们看这些量波，大家看到没有？这一天的量波。就是原来的庄家出货，哎，原则上我们叫先出啊，也像这种票，我们宁愿要先出来，好不好？然后再观察，哎，结果在后面两天却上涨，但是这个上涨的力度强不强呢？这两天上涨，大家看这种要不要参与啊？这种要不要参与啊？大家说，这种量波形态要不要参与啊？哎，你就别参与了，这种量波形态要不要参与啊？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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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就不要参与了，然后被停牌，然后调整到这个位置。大家看，对，到低位出现低量柱是什么意思啊？在出现低量柱，说明筹码交换多不多了？哎，筹码交换的开始少了。筹码交换少了，说明什么？哎，说明愿意卖出的人就不多了。所以，那么像这种强庄，它跌到一定时候，那么又开始主力庄家又进来了，对不对？主力庄家又进来了，然后又开始一波，对吧？那么我在这天晚上特地给大家讲，这是第一强庄股，结果我们敢做的不多，下次敢不敢做了？下次自己敢不敢做了？哎，不见龙头不动心，不达标准不开枪，不见九阴不离场。哎，像是这种股票你要做一点的，好不好？那么这个做呢，就是量波正三维建构，是吧？哎，我看到量波正三维，什么叫正三维？这是特训班的知识。那么我们讲一点点特训班知识，这是一个第。这是一个地线，啊，昨日的收盘价，在今天它就是地线，啊，而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上面叫均价线，这个叫均价线，我们量学叫人线。为什么叫人线？人线就是人气线。这个为什么叫地线？哎，地线你这个能不能跌破呀？哎，能把地线就是。这个相当于地平线，把地平线给跌破了，大家说是什么？把地平线跌破了，那是什么人干的事？跑地底下就是好不好？跑地底下了，不就死人了吗？这个是不是？哎，大家这样去想，想的往向坏处想，哎，你们跑地形之下，你就下地狱了。对，这样想也比较好。好吧，哎，人线，哎，就是像我们人气线，
所谓的人气线就是当天的平均成本线，所以这里叫均线，平均成本线。那么大家想想，平均成本线跌破了，如果不破平均成本线，大家说当天买这只股票的人都是赚钱还是亏钱？不破这个人线，那么当天买这票的人这是赚钱还是亏钱？他就是赚钱。如果把人性给跌破了呢？哎，把人性给跌破了，说明当天买这只股票的人就是亏钱了，就是亏钱了。所以这是人性，而上方呢就是天线。所谓天线，大家想应该是向上还是向下？所谓天线正常应该是向上还是向下？哎，天人地，正常的天线应该向上，一旦向下了，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那它就不好了啊。所以这里呢，我可能被老师要打屁股了啊，被王子老师打屁股了，你们要替我被打啊，好吧？哎，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就是说，这是天线，这是人线，这是地线。那么我们就是要天线在人线之上，地线在人线之下，呈现这样的排列，它就叫做正三维建构，好不好？正三维建构。所以说我们的量波呢，一定要等它看稳的正三维建构。当然这里能不能形成正三维，这里跟下面的量价关系是不是有着密切关系？哎，一级密切关系。那么这个就要特训班上老师教了啊，我就不能再讲多了，再讲多了不是打屁股了，是打板子了啊，打板子了，甚至要罚款100万了啊，那是不行。那天我给大家讲过的，对吧？这个量柱、阴量柱，它都是在下跌的时候出来的，看到没？都是在下跌的时候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要看清楚这里面，哎，这个完全就是逢低就去获一个正三维进攻，所以上涨。大家看到这种股票看懂了是不是？哎，这一天可不可以打了？这一天可不可以打呀？完全是可以打的。然后好了，这一天呢，大家看，哎，这一天早盘是正三维，对不对？早盘是正三维，因为它是过峰的，但是冲高回落。那么大家说这一天这只股票有没有解缩呀？啊，今天给刚才有人向我讲点量波知识啊，我这里不是量，就是这个知识分析。大家看这只股票早盘的成交量多大，在这儿，然后这个地方是多大，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放量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放量啊，什么原理？跟我们的股数不变是不是要联系起来？说明这个地方有人在大量卖出，是不是有人在买呀？哎，就是在这地方产生了分歧啊，有人多空双方就是那个争夺。那么这个争夺之后，大家想在这个地方，它后面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高量柱啊？量波上的高量柱，你在这个量波高量柱，如果后边继续上涨，那就怎么样？是不是可以持股？就可以持股。但是呢，如果你下跌呢，把这个高量这个地方给跌破了呢，你是不是就要调整啊？是不是就调整啊？明白没有？我这样讲明白没有？所以这个股数不变呢，哎，你就想想，哦，这不就是市场上的筹码变来变去？你一旦发现放量了，一旦发现放高量，你就想到，哦，有人卖出了，对不对？有人卖出以后，你是不是就要看这个筹码跑哪去了？看它后面的动作能不能涨？后面继续涨，说明主力庄是进来是遇到强庄了。如果后面跌呢，那么后面说明主调整了。好，哎呀，那么这只股票今天为什么还能够涨停呢？大家想不想知道其中的奥妙？
为什么昨天这个冲高回落了清水源，今天却又是涨停呢？文章就在量波当中，我想保密，行不行？我想保密，行不行？不行啊！大家看一看，你这一个成交量后，它的下跌是怎么跌的？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你这个就这么放这么一根量，然后后面接下来就是缩量下来的。大家说这个主力在这个高位的股数有没有卖出去啊？有没有全部把股数庄家手上持有的股数卖掉啊？你这才是卖爹毛毛雨，才出了毛毛雨，真正的筹码还在主力庄家的手上，也就是说，主力庄家还货有没有出干净？他没有呢，所以今天干什么？上来跳空阳，做拐做拐，大家去看今天怎么样？今天有没有空啊？量波上面还是没有明显，只有在这儿放量，放量之后马上缩量，对不对？放量，关键这时候就要看日向，我们的日向量有没有放大？日向的量没有明显放大，所以它应不应该涨停？应不应该涨停？所以这是第一龙王，对吧？哎，被我们的管理员杨元精准伏击。好，有这只股票。我们这样时间就今晚就讲不能再长。大家看这只股票，按道理有没有解锁呀？为什么没有说价涨无量是不健康？那要看具体情况的，哎，要具体的个股，对吧？具体的个股配合，所以这只它今天是不是也放量？中青宝是不是也放量？然后是不是过峰了？然后这个成交量，大家说过不过分？这个成交量是不过，有没有高出这个成交量？还没有，也就是说，主力庄家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完美的出货？哎，股数不变，那么你只有前面主力庄家在高位把他手上的股数抛出来，被别人接去了，然后完成了出货，在这地方形成了筹码的转移，他才有可能怎么样见顶，是不是才有可能见顶？哎，就是这个道理，明白没有？然后我们再看看量波，今天大家看，今天这个地方好，跳空阳做拐上上上上，有没有量波高位放高量啊？有没有在量波上明显高位放高量啊？是不是没有？好，所以这只股票，我们看看清水源是怎么走的啊？清水源第二天它是跳空阳，是不是跳空阳？那么我们中青宝，我也不一定要你跳空阳，跳空阳好不好？跳空阳当然好。但是如果明天你只要调整，你在阳关道之上行不行？在阳关道之上行不行？对呀，这不就是我们的进退标准吗？你明天调整行啊，你只要在阳关道之上，这个时候就要遇到量波，对不对？如果在阳关道之上，你这个量波还是控盘的往上走。咱们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可以是低吸点了，就可以低吸？那么阳关道之上呢，那就更好，对不对？哎，你至少是阳关道，哎，至少要阳关道，跌破阳关道它就弱了。真正的强，像这些股票，它不应该跌破阳关道的。你像今天最低点打，是不是打上三一位？
高开跳空，然后回答是答这个下三一位，所以你明天你不管怎么样，你表现你不能把阳关道破，最好在上三一位，如果跳空那是最好，哎，这在上三一位之上就更强，对不对？好，这样讲大家明白了吗？今天给大家重点就是讲这个三步定律，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大家这个时候再看看我们周末的选的票里面，哎，这些是怎么转？再回过头用三步定律看我们的神马电力，对吧？这些票是不是精彩？恒盛能源，哎，我们的世茂能源，我们的华慈股份，对不对？华慈股份，大家想，这两天换手够不够？这两天换手够不够啊？哎，昨天和今天加起来的换手只有81.74%，啊，81.74%，好吧，只有八分。所以说，这个地方要看情况，最好要再来一个放量涨停，大家说是不是才好？啊，否则的话，主力不控盘的话，能不能连续往上涨？主力不控盘就不能够连续上涨，好吧，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精彩吧？我们周末的龙潭票还可以吧？我们周末的29期33只划线练习票，今天有不少精彩的，我们的民生控股，啊，民生控股，但是呢，我有个失败的就是这一只股票，我竟然我犹豫了一下，我想等一等的，我想等一等的。谁呀？就是这个家伙，生灵环境，生灵环境，生灵环境，我想等一等的，所以有些细节呀，大家看到没有？有些细节呀，哎，有的时候你不，你来不及看着就换了。我们的肖翔队员太牛叉了，太牛了，他就是昨天尾盘发现。因为这是这天异动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的是吧？结果第二天高开回落，高开回落我就忽视了，我就没有看到这个细节。大家看到没有？什么细节？给肖翔发现了，他这一天上周五收盘的时候，他是竟然是收在25块零几分，他是25块零几分，看看啊，25块02分。25块02分，望足一看是什么？是这个涨停板的开盘价，看到没有？它也是不是高亮柱啊？哎，它是一个高亮柱。哎，更精彩的是还往左呢，这一个是最高亮柱，百高柱。这个最高亮柱的底，它也是25块，看到吗？也是25块。那么也就是现在大家股数不变，股数不变，这个高量，这个高量，大家这个底就是什么线呢？就是什么线呢？这个高量底，这个高量底，为什么说高量底不能破呀？因为这些高量底是不是主力庄家收集筹码的底线？这些是主力庄家收集筹码的底线，所以这个底线遇到底线不破，说明是不是原来的庄家？就是原来的庄家，所以我们肖翔这个给他发现了，这个坏小子没有告诉我。这个坏小子要告诉我的话，这个票我也喜欢的，对吧？结果他买阴了，买阴，这就是买阴，大家看到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买阴啊？要长阴短柱假跌，长阴短柱假跌左侧有重要平衡线的支撑，再结合量补，对，再结合量补。它是尾盘买的，这只股票它是尾盘买的，然后今天今天有结合竞价买的队友是吧？然后今天跳空，看到没有？
哎，跳空是不是阳？我看今天跳空的是不是阳关道啊？我们看看这些股票什么叫强庄？大家说这个庄强不强？它这个回踩漂亮死了，正好踩在高2分钱，是不是？好，这个鬼门关是26.01，今天开在多少？26块，第一分钱，对不对？是不是第一分钱？这个庄家狡猾。这个鬼门关是26.01，结果他开在26块取整，是不是取整啊？哎，也很好，大家注意，这是取整，然后今天就拉涨停，对吧？这只股票我上周是提醒过大家，我没注意这个细节，我想等它站回上来再提醒大家的，就忽视了这个高量底的细节。所以大家看到没有？现在能够理解高量柱的意义了啊！哎，通过股数不变、今天三不定律的讲解交流，大家要理解高量柱的重要性。高量的顶底能不能破？不能破。那么守住高量顶底好不好？守住高量底可能有惊喜，突破高量顶呢，确认要跟进。好，这就是这个股票。然后我们再一起再看看我们那个队员00416，00416。那我们再讲一下啊，时间有点长哈，有点长啊，时间。大家看，00416是不是上周第一个涨停板？我就给大家讲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当时试图一看，这只股票干什么？哎，它左侧有支撑，是不是左侧有底啊？左侧有底，然后是跌下来，这个地方又是超跌。看到没有，是不是又是超跌？也就是左侧已经找到大的平衡了，哎，大的平衡了。然后呢，这个地方下跌，大家看这边下跌是真跌还是假跌？这边的下跌都是没量啊，大家看到没有？都是没有成交量的。我缩图给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这就是文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下面的下跌都是没有成交量，没有成交量，说明筹码股数转移多不多呀？股数转移多不多呀？因为股数是不变的，说明这个地方股数转移多不多？既然股数转移不多，股数跑哪去了？这些没有转移的股数在哪里面？在谁的手上？是不是大部分在主力庄家手上呀？哎，所以这就是某种程度上主力庄家手上是控了大量筹码，也就是经过这样下跌洗盘以后，主力庄家是不是洗不出筹码了？洗不出筹码了，在左侧有支撑之挂，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倍量涨停板，是不是倍量涨停板？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出现了小的二哦，是不是是小的刹车？大的刹，中等的啊哦，刹车换挡，所以这个倍量涨停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倍量涨停就是主力抢筹来了，是不是？通过下跌拿不出筹码，通过涨停拉升来抢筹，对不对？那么这个倍量涨停第二天干什么？又是架势夹板量平，基本上是量平的，过了这个峰。是不是？是不是主力控盘呢？又是控盘的表现。好，所以我们这个肖翔今天的神操作，他卖了那个生灵环境，然后在下跌的杀的时候早盘，他早盘就杀了，还被我批评了一下。哎呀，这个老师批评的那个不对，他是看什么呀？正好是不是固峰保顶啊？他今天早晨这个表现相当于。跟过分保底，所以它低吸是正确的，当然稳一点在这后面低吸，对吧？结果又拉个涨停板，啊，所以大家就要好好理解啊。所以股数不变非常重要，哎，股数不变就是帮助我们理解筹码转移，帮助我们这个理解这个庄家控操盘，哎，它就控盘它的意图。好不好？哎，遇到高亮柱以后，大家就一定要小心。哎，这个是多元。
是窦燕进入了龙头，又被我们擒拿了，是吧？哎，又被我们擒拿了啊！所以说，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量学技术，它太精彩了啊！量学技术太精彩了，只要我们学好量学技术，用心悟道。量学悟道有五个境界，大家不要着急。量变产生质变，真正的一门好的东西都是量变产生质变。大家想想，我们以前古代的那种能工巧匠，是不是一日练成的？古代的那能工巧匠都是经过以好长时间的学习啊，没有几年功夫是学不好。好，量学的领悟的五个境界：领悟入门属于新手，见悟入场属于好手，参悟入世属于能手，顿悟入道属于高手，觉悟就是入化属于圣手。好，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去悟道，共同悟道。好，这里龙头，你们的龙队啊，古海明星，大家看我在这里面，这是我发表文章，这个就是没有还没有更新，实际上发表文章就非常多了。就是古画千图淘金，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量变产生质变。好，今天晚上